地球有没有浪漫传说说太多，有谁能为我写下一个？天若有情天亦老，我是担心等不到，矛盾心情怎样面对才好？从来爱是没有借口，没有任何愧疚，你的一切永远将会是我所有。如果你是我的传说，让它天长地久，追梦的人为你在等候。从来爱是没有借口，没有任何愧疚，你的一切永远将会是我所有。如果你是我的传说，让它天长地久，追梦的人为你在等候，追梦的人为你在。Thank you！ 吓人了，吓死我了！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仁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汪东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孙协志。大家好，我是黄登辉。热情掌声给他们鼓励。耶！好，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综艺《大国民》。真的是怀抱了一种非常亢奋的心情，开心开心开心，感觉像被蓝山黄山军包围了一样。对对对对，基本上呢，到我们的这个到我们的开场，只要看到橘三姐，橘色骂我们，橘色是色盲，他们是橘色。这个 I'm sorry 要跟所有新党的朋友们说抱歉，哎，也不是新党。所以一开场看到有观众朋友、有歌迷朋友在，就代表今天来的又是巨星，真的，这位天王级的，只是以巨星来形容，这是经典。忘不了的巨星，对，真的是太，每一首歌大家都会唱的，对，而且他们跟我关系啊，那是非常的绵密的，跟你瓦宅不在，都是我在照顾的，但你清楚，没有，但你讲完，他们都一直在笑呢。他是会心的微笑，会心微笑，会心微笑。今天这位巨星来到我们现场里面，我们所有好朋友，大家心情非常的亢奋，对，好吧，对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一起来欢迎刘德华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一起来欢迎刘德华。一双眼能看世界的表面，却永远看不见人生的另一边，绽放着一道美丽的光线，一颗心代替一双眼。刘德华21岁加入香港无线电视演员训练班，首次担任电视剧《猎鹰》男主角就一炮而红。当时与黄日华、梁朝伟、苗侨伟及汤镇业号称为无线五虎将，才出道就参与电影拍摄，从此获奖无数。他的电影代表作包括《神雕侠侣》《赌侠》《天若有情》《武义探长雷洛传》《瘦身男女》《无间道》等等，并在1991年被媒体封为四大天王之一。至今出道满30年，他仍是影歌坛当红的超级巨星。近年来更致力于公益慈善活动，他的演艺生涯及在娱乐圈的影响力让人吃惊，可说是魅力无限。现在就让我们欢迎华人娱乐圈、大中华地区乐坛和影坛永远的巨星刘德华。神帅，华帅，金杰下是神帅。追梦，一生只想往前飞，行遍千山和万水，一路走来不能回，蓦然回首情已远，
身不由己在天边，才明白爱恨情仇，最伤最痛是后悔。如果你不曾心碎，你已不会懂得我伤悲。当我眼中有你，别问我是为谁，就让我忘了这一切。啊哈，喝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夜不流泪。所有真心真意，任它雨打风吹，付出的爱收不回。啊哈，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生不伤悲。就算我会喝醉，就算我会心碎，不会看见我流泪。啊哈，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夜不流泪。所有真心真意，任它雨打风吹，付出的爱收不回。啊哈，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生不伤悲。就算我会喝醉，就算我会心碎，不会看见我流泪。来生缘，来生缘，寻寻觅觅，在无声无息中消失，总是找不到回忆，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。一生一世的过去，你一点一滴的离去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。也许分开不容易，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。情深缘浅不得已，你我也知道去珍惜，只好等在来生里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情生世世，在无穷无尽的梦里，偶尔翻起了日记，翻起了你我之间的故事。一段一段的回忆，回忆已经没有意义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。也许分开不容易，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是自己。情深缘浅不得已，你我也知道去珍惜，只好等在来生里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只好等在来生里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经典，看到现场简直经典，我还以为想crazy。观众朋友，你们都不知道啊，华仔的开场歌唱了十遍呐、啊。原因是因为呢，开场歌呢，歌迷的这个热烈声吵到他听不到音乐。对，走出来的时候，差点跌倒，对不对？哎，连巨星快跌倒也好，没有，我是在这里，还要很帅的。我讲真的哦，你演唱会有没有出过最大的糗？有，怎么？就刚刚弄完，然后头发一梳，很帅，一出去就唱《寻寻》。哎，刚好那个是淑女，真的、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你就拿着梳子、啊。对啊，哇天哪、啊，就跟我那一天在摄影棚里面、啊哎、拿电话，太干了，想说电话拿起来，奇怪，今天电话怎么不通？很生气，是是是是，一直不就是不通，同一个号码嘛。
所以我助理跟我讲 Monkey 啊，他说宪哥你拿遥控器干嘛？啊！是是是，我把家里遥控器拿来当行动电话。哎，以前也是啊，那以前那个家里的手机不是把家里的那个电话不是弄到手机一样吗？对对对，就拿了那个出去。直接，哎呦，觉得今天受训怎么一直不太好的？哎呦，太好了，今天看到瓦才开不开心啦？好感动，你知道吗？当那个歌一唱，整个摄影棚所有人，连导播都在跟着一起唱。嗯，有没有看到？他真的太经典了。还有，你看，孩子们都长大了。哇，这个粉丝啊，他几乎跟了你十几年的时间。然后我看着他出生了，然后他出生以后又生了他。是妈妈的，对，哦、看着妈妈出生。是妈妈本来带你来，你又带你女儿来。哎呦，哇塞！天啊、一代接一代，对呀、啊，所以你代代相传，你已经是一个传奇了。我真的怕是他带女儿来，这么小还可以带四代，没有，这不能怪你了，这能怪他太早婚了，生太快了。不过这一趟你看、哦、啊，应该是到台湾要演唱会来，嗯、对不对？这一趟多久没有到台湾来了？也不是很久啊。啊，就是对啊，哦，你来瞒着我，然后跟他们见面，你知道吗？你不在，他们都是我在帮你照顾，哎，把屎把尿我都来、欸，对呀、啊，真是的。那演唱会呢？有没有？演唱会应该明年吧。哎因为香港今年的年底会开、哦、圣诞节的时候、哦、而且他这个演唱会啊，这个还因为太受欢迎了，加开20场，连开20场的演唱会耶、啊、我总共也没开过2场，他加开20场。我这一张新专辑一来啊，我看里面那个曲目好感动，现场有的有没有、啊、全部都是经典老歌的翻唱。哎呦，有没有看到这一张里面啊，哎呦，我刚看到了，很可怕、竟然还有掌声响起。为什么会选特别选这些歌呢？你看、经没有，这是我其中的一些歌，不止、哦、其实有很多。三月里的小雨，对啊，三月里的小雨，淅沥沥沥沥沥，淅沥沥沥下个不停。那个要重。山谷里的小溪，哗啦啦啦啦啦，哗啦啦啦流不停。小雨。好东西，好经典，好经典。我应该弄一个那个有没有？那个，我有带啊，也有带啊。对啊，哎呦，太好了！你看这张真的想看。哎、啊，有拍那个吗？哎，大眼睛啊，大眼睛，对。嘿嘿嘿嘿，巴拉巴巴。天哪、啊，都好经典。还有一首更可怕了、哎，你竟然唱了沈燕的《踏浪》。啦啦啦啦啦，那个适合男生唱吗？小小的一片云呀，慢慢地走过来，请你们歇歇脚、哦、这首保留，这首今天可不可以为我们唱？等一下找机会。好想看，好想听、这个歌太好。而且他唱起来当中一定要莲花步。对对对对对，要。一片云。